王黛露被爆热恋韩国女神，国外亲密拍拖被粉丝撞破，两人独自游走街头，头贴头。By Zacchaeus， 2019年4月18日 ，at 下午4:22。王黛露和南韩《步步惊心》丽女星姜汉娜因合作陆剧《鬼吹灯之牧野鬼事》而认识，先后被目击同游大阪环球影城，上饮水产选购海鲜，爆出热恋消息。有网友近日又意外巧遇两人出游，这次地点则是在梵蒂冈，互动看起来十分亲密，是否真的在交往一说再度引发网友讨论。王黛露和姜汉娜三度传出绯闻，图翻摄自姜汉娜 IG 微博。有网友最近在梵蒂冈偶遇王黛露，跑过去询问对方是否为王黛露，只得到我不是一句话，对方随即压低帽子跑走。照片中可以看到穿著深色上衣的王黛露，身旁还有一个女伴，女方身份正是姜汉娜，身穿深色外套和长裤长镜自拍，她歪过头一起合照，181公分和168公分的组合，刚好形成超萌身高差。网友在梵蒂冈巧遇王黛露和姜汉娜，图翻摄自新浪娱乐微博。镜头拉远一拍，王黛露和姜汉娜的互动似乎更亲密了，有别于刚刚只是侧身入镜，这次看起来像是靠头紧贴住彼此合照，两人在画面中完全没有任何伪装，大方露出全脸，尽管身旁有不少游客来来去去，也都沉浸在拍照的世界中，没有注意到外界目光。网友在对面拍下王黛露和姜汉娜的互动，图翻摄自新浪娱乐微博。对于频频传出热恋，王黛露经纪人日前针对同游环球影城一事澄清，当然不是真的，不是女友，一堆人休假玩耍。再度被拍到去买海鲜时，经纪人表示他和姜汉娜是和一群朋友有约，可能正好拍到他们两个，而那些海鲜就是买来要带去和朋友碰面吃的。王黛露曾和姜汉娜去大阪环球影城玩，图翻摄自新浪娱乐微博。至于和王黛露三度传出热恋的姜汉娜，今年刚满29岁，出道9年的她已步步惊心，力走红亚洲。近来除了戏剧表现，她也被 Running Man 团队选为一个月的固定嘉宾，叙事的推理能力意外展现出独特的异次元魅力，总能引发观众捧腹大笑。姜汉娜最近是 Running Man 为期一个月的固定来宾，图翻摄自姜汉娜 IG。